各位欢乐无法挡的创党同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司仪眼肉牙。那欢迎各位同志来到我们今天的创党大会的现场。那咱们今天要一起为中华民国历史写下新的篇章。我们先请工作人员统计一下今天到达的现场人数。目前现场人数应该是已经抵达了法定开会的人数。大会在此宣布欢乐无法党的成立大会正式开始。接下来我们要宣读创党的宣言：政治不难，找回欢乐而已。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三位发起人进场。第一位进场的是我们资讯设计扛把子张志奇。接下来下一位进场的是我们眼球中央电视台当家主播视网膜以及神兽柚子。各位好，这里是眼球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走进欢乐无法挡，我是主播视网膜。主播排场比较大，可能掌声不够热烈。时刻膜又出现了。最后一位进场就是我们最烙赛扣已完瓜吉。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创党人为我们讲几句话。好，大家好。那现在的眼下经历的这两分钟呢，大概会是今天最正常的一段时间了，所以呢，就麻烦大家多多担待一下。欢乐无法挡，接下来到底会如何？请相信我们，我们绝对不会做出那种不小心走漏风声啊，或者是某某党的重要人士，然后不小心传出一些小小讯息的这种爆雷的行为。那如果这个好，不是在讲我，不会，这个我什么都没有说，我什么都没有说，这边是还在正常的部分，不好意思。那如果我们做出了这些爆雷的行为呢，当然大家也是麻烦帮我予以谴责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我想这个是世代隔阂的部分，我很难控制一些年纪稍长的一些伙伴哦。那如果说好，那如果说我没办法控制的话，麻烦大家在线上帮我盯好它。那接下来欢乐无法挡的这个各式各样的一些活动，或是各式各样的一些重要的告知，也会持续的跟大家布达。那希望大家到时候多多支持，谢谢大家。接着我们邀请视网膜为我们致辞。我的讲稿比较多，因为我的比较难念。尊敬的全国居民同胞们，大家好。到了2019年的今天，人类仗势着医疗科技的进步与发达，开始偷尝禁果。把香菜视为一种料理中搭配气味的圣品，所以我必须要勇敢地站出来跟大家说，你们全部都被妖术给迷惑了，这当中一定有暗黑势力在从中作梗，大家也务必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一股暗黑势力除了荼毒百姓大众，连总统香菜英文也都从中作梗。笑什么笑，他真的是香菜英文，不断在全国各地散播香菜很好吃的错假讯息，明显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却完全不用开罚。亲爱的全国居民同胞，我不期待你们会票选我作为党主席，我只期待大家都能够怀着一颗真正关怀社会的心。我是视网膜，谢谢大家。最后有请瓜吉与线上线下的同志们说几句话。以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当我们说到欢乐无法挡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在说政治或者是人生当中很多事情是值得嘲讽，或是都是很荒谬而不重要的。事实上正好相反，我觉得我们要非常认真的态度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呢，我们才更要用快乐的心情去从事它。这是成立欢乐无法挡一开始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理由是，其实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年轻人，我们常常在网络上或者是在这个用键盘的方式，我们可能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政治发表很多很多的评论，我们觉得这里不好，我们觉得哪里应该做的怎么样，但是大家都没有站出来真的去实践自己的想法。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的议题，常常有人会提到这样的想法，可是从来没有人真的要做这件事情。我心里想，主政党真的这么困难吗？今天我没有收任何的党费，我们用非常低的资源，我们办到这件事情，我们完全一切依照合法合规的方式去成立一个政党，去宣扬我们内心的某一种理念。我认为我想要传达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你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话，你只要站起来去做，就这么简单而已。这个就是我们创党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理念，谢谢大家。我们现在请到了这个是我们特别准备的创党蛋糕，香菜蛋糕。虽然党章里面说，这个党员大会当中不能出现香菜啊，不过为了表示本党多元包容的决心，我们就特此破例一次，我们请三位发起人一同切蛋糕。那这个就麻烦你了，只有你，请对他施以极刑。
接下来要正式进入议案的讨论时间哦。由于本党的党主席，也就是欢乐总书记尚未诞生，所以我们是不是就有请已经在议会有一年经历的瓜吉议员来担任本节的讨论主席呢？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要进行的是一场非常大型的这个公民教育课，我们想要让大家亲身体验一下，到底主党要做哪些事情。我们有一个议程一定要做，就是要我们要去讨论我们的党章。那现场也有内政部的这个官员呢，来到现场来督导我们这个现场是否有正确的执行这个议案的程序。好吧，那我们现在拿我们的这个党章过来，请问一下党章在哪里？那啊，我觉得我一个人念真的有点累啊，不然我有一个建议是这样啊，因为我们有三位主要的创党核心成员嘛，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那我们不要一个人念完好不好？一个人念完我真的会很累，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党章呢分成三部分，一个人念三分之一。那我们同时呢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竞赛，也就是说等一下呢，我们就一个人念三分之一。如果有任何人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吃螺丝了的话，我们这边旁边会有一个计数器，来，我们现在把计数器放上来，就是我们会开始做计数。那如果呢有任何吃螺丝的情况呢，我们就会一二三四不断的累加上去。那如果最后三个人谁吃螺丝比较多，就要把刚刚的那个香菜蛋糕给他吃下去。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次的这个创党大会最重要的一个惩罚。好，那目前第一段呢由我来开始朗读欢乐无法党的这个章程第一章总则第一条。等一下，已经四个了，我都不知道我哪里有念错。OK， 第四条。我刚有错，我先要讲一下，我曾经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得过全台北市诗歌朗诵比赛第二名。OK， 不好意思，我这边再提醒一下，我刚刚忘了提醒一下大家，现场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QR code， 大家可以拿自己的手机拍一下，立刻就可以看到党章全文。最后第九条哦。OK， 九条我已经念完了。那我们现在请第二位上台。好，这个瓜吉刚刚讲说，他一直在跟我们炫耀，说自己是这个台北市朗读比赛的第二名。哦，第二名。那我这每天也是读稿机，这个我在 PTT 上面的称号叫肥宅读稿机哦。那看一下，我是不是可以稳稳的读好呢？大法师团为评议机关，我们到底为什么要编这些名词啊？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代为行使党员大会职权，也太多了吧？这样就不合理啊！为什么这样又要加？第十三条，全国欢乐党员大会之职权如下：欢乐总书记请辞或因故没有办法执行职权的时候，如连选得连任，辛苦了，辛苦了。我们等一下看看陈子健先生有多厉害。及招募党员工作，辛苦了，辛苦了。OK，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陈子健先生的表现如何。我本来希望这个七七可以表现好一点，让这个陈子健先生有机会可以吃到蛋糕。但您信心如何？我都已经在金钟奖上秀了我的绝技，我还要怕吗？来，第十八条。欢乐执行书记处下欢乐执行处得另设组织宣研究等部门，请组织办法由欢乐执行处另定之。五个你个头啊，谁啊？出来！委员二分之一出席委员二分之一通过。党员欢乐大会接着来。第五条，本办法经全体党员欢乐大会通过之后没有之通过，怎么去死啊？第五条，经修正时一同。所以刚刚到最后数字哪个是高哪个是低，我已经有点忘记了。所以我们知道是39，我是38。你是38吗？那我觉得我们也不要浪费时间，我们要不要请这个陈子健先生品尝一下人间美味？或许今天就是改变你的那一天，是给我记住。不要乱，不要乱讲话。哦，这是什么样的味道？我没有想要吃吃看，你可以。我倒是蛮好奇的，我吃吃看，因为这其实是我朋友送给我的。他一听说我们要阻挡，他就立刻说：“哎，我可以做一个香菜蛋糕送给你。”你这样让我不吃，非常的就是跟你们路线不合。
吃的，所以是正常的味道、欸。本来香菜就是正常的东西啊，不错，能行。怎样？我要讲话吗？你们期待我讲话吗？请说。我没有什么话好说，我现在不能讲话。我只要一讲话，我就会呼到那个味道。辛苦了，辛苦了。好，我们现在要请各位党内的同志高抬贵手，赞成以上组织章程的，请举手。其实我们蛮紧张的，因为我们很怕在这个时候会落赛，然后第一次创党就失败，就会在今天。我们最后的结果是95人出席，89人同意，所以我想这应该表示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已经一致表决通过我们这个党章，所以我们今天呢最重要的一个议程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就是茶叙时间呢，请各位同志 take a break。那我们下半场要进行本党首次的选举，总共要选出5位最高大法师以及7位欢乐执行书记。而得票最高的欢乐执行书记呢，就会是本党的总书记，也就是我们的党主席。好，大家好，我是动眼神经，现在是我们创党大会的中场休息时间哦。但是呢，相信大家还是非常好奇说，究竟来到现场的都是哪一些人？所以我们决定说，在这个中场休息的时间呢，来访问一下我们的创党同志们。你之前有加入过其他的政党？完全没有经验，因为之前我都是一个政治冷感的人，这是第一次真的参加一个政党的创立。那你政治人感，那怎么会知道这个创党的事情？因为他们让我看到政治的不同的面向，就是欢乐的部分，让我感觉到说，其实我也有机会可以参与政治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决定说，想要来创党看看。没有错，没有错，想要来感受一下一个政党的诞生。那你在今天来之前知道说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吗？完全不知道，因为我本来也是完全不知道会有个什么样的政治的流程，还是一个搞笑的流程。但来的同时发现，同时有兼顾正式的部分跟搞笑的部分。好，谢谢谢谢。好，那你对这个党有什么期许？我希望他真的可以带给政治很多欢乐，然后让我们知道就是台湾是非常自由的。好，谢谢你，谢谢。今天这位是四叉猫吗？对，我听说这边有食物跟椅子，所以我就来了。哦，所以就只要有食物跟椅子的地方就可以吸引到你出没。对啊，不然他去那边干嘛？因为其实你的专业是数椅子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创党大会，你是不是事前就有来数椅子？今天的场地眼睛瞄一下，大概就是100张左右吧。哦，好，那没错没错，就的确我们今天就是大概100出头而已。对对对，大概就100张左右嘛。对啊。那呱吉知道这党歌是谁写的吗？党歌其实是我的办公室的成员的朋友写的，就是我们办公室有成员叫东野，如果有常看我们节目的就知道我在说谁。然后他的朋友，因为大家都是搞音乐的一些神经病，其实我没有说要写，你知道吗？他们就说，可是我好想帮你们做党歌哦，然后不知不觉就做出来了。那我们就用了。所以听说是昨天才诞生的，是不是？对，昨天才诞生的。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有跟他说，如果真的要做的话，那就做的有一点点该怎么讲，苏联感或是北韩感，让他有一点你知道吗？行军的感觉。对，行进中，大家觉得就是我们一群人民要怎么迈向欢乐？迈向欢乐。不好意思，方便采访你一下吗？可以啊。那你之前有参加过别的政党吗？没有，这是第一个。那为什么会让你想要加入这个政党？我可以拿出我的东西吗？对。因为事实上我是一个妈妈，对，那我自己本身有两个小孩，然后我自己在一个家长团体里面当志工，就是在推动儿童游戏场，生长儿童可以进到游戏场去，所以我看到欢乐无法挡的时候，我觉得根本就是在为我们而设，因为我们也在帮生长儿童找回他的游戏场的欢笑跟童年记忆，所以我就觉得是太适合我们了，很棒很棒，所以就觉得理念很符合，所以就决定要加入一起创党这样子。没错，而且我刚好登记我要参选书记或是大法师。好，谢谢你，谢谢。对，我是呱吉粉。但是呱吉吃大便。那今天目前为止，这个创党大会到现在还符合你的期待吗？目前是蛮符合，因为有点落赛的感觉，所以觉得蛮好笑的，然后我也蛮喜欢的。对。好，那接下来有没有对欢乐无法挡有什么期许？就是我当然是希望，就是虽然说党名看起来有点胡闹，但是我是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件事就是当作是更正经的一件事，或许可以真的达到监督社会或是执行立法之类的一些功能，这样就像一个正常的政党，只是以一个比较有趣的出发点。对，好，谢谢你，谢谢。欢迎回到欢乐无法党的创党现场。那因为我们在场有内政部的监督，所以我们要再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统计一下现在的出席人数。应到人数115人，现场是94位，所以我们还是有过半数，我们大会可以继续进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是要请有意竞选党内干部的同志上台发言。我们发言的顺序是按照选票号码的顺序，第一位是邱威杰先生，
我们每个人发言时间是一分钟。好，哎，不好意思，我只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所以我就废话不多说。之前呢，在我说到我要竞选总书这个党主席的时候呢，很多人提到说，哎，这个视网膜很会吹，那你会吹什么？你会吹吗？我觉得这件事情，这是对我人格莫大的侮辱跟挑战。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我带来了一个我个人练习了很久的一个小道具哦，就这个东西，大家准备看好哦，这边。好，我们谢谢邱威杰先生，谢谢大家。以上是我个人针对竞选党主席所做的一个小小才艺表演，希望大家能够把神圣的一票投给我，谢谢大家。第二位是张志奇先生。喂，大家好，我觉得这个跟刚刚的这位大叔摆在一起竞争是一个对我人格莫大的侮辱，所以我就不参选了。那麻烦等一下大家就是可以投别人，谢谢大家。那我们欢迎第三位陈子健先生。我想哦，这个参选职务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莫大的压力，那我还是以我悠扬最权威的音乐界当中的笛声来做出我的才艺表演。我们知道这个创党的过程当中呢，难免就会遇到一些风雨，就像是我们刚刚的直笛的笛声一样。不过一旦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可以把票投给别人啊，这样子的话呢，我就可以比较有多的时间。谢谢。下一位是29号吕宏志。谢谢大家。现场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我是谁，我是登记第29号，目前任职于呱吉频道担任企划，同时也是清大社会所的研究生，同时也是社会民主党的创党党员，同时也是重金属乐团火烧岛乐团的主唱。在这里我要必须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政治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刚才的才艺表演让我看得非常的心痛，所以我想做一件现场所有人都做不到的才艺表演，用舌头舔手肘。另外我要在这里提出我的政见，刚才都没有人提出一个确切的政见，我在这里要批判所谓的香菜议题是现在主流的 KOL 这些网红们主导的错误的主流议题，真正的议题是什么？是所谓的三色豆。我在这里主张三色豆全面退出中小学校园，以免荼毒我们的下一代，来跟我们啊。谢谢大家，我是第29号李宏志，请将你神圣的一票交给我，谢谢。那以上就是我们几位要竞选党内干部的同志的发言，那各位请可以开始选出你心目中的名单。那两张选票呢，我们再次讲解一下，最高大法师的选票可以勾选5位，可以少不能多。欢乐执行书记的选票同样也是最多5位，可以少不能多，只要是多勾选的话我们都会算成是废票。那接下来如果勾选完毕的话，同志们可以到座位左方的票轨进行投票的动作。我们先完票嘛，我们来做一个出口民调。好的，你会比较希望是谁当主？身为官媒的忠实的观众，当然还是选择子健已经删容。刚刚有其他朋友说现场其实呱吉的粉丝比较多，那你看法呢？他吃大便。好好，那你有没有觉得说，哎，期待说等一下可以谁可以胜出，成为我们的党主席，也就是欢乐总书记？我想应该是呱吉吧，因为他只有他可以承受这么大的炮火了。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开票了，我们请我们的票务人员请就位。
包含我们自己也是，因为那时候台湾民众党要成立的时候，我们真正想要创党的起心动念，其实并不是你敲了我之后，我们在更早之前，我们其实就跟内政部申请过一次，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创党有这么简单吗？真的那么简单？然后我们想说，我们就来拍一个实境秀好，然后我们就真的跑去申请，然后是以77公司，然后自己去做这件事情，结果我们被挡掉。被挡掉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不小心在按送出的时候打了注英文，然后之后我们就因为注英文的关系，然后就被卡掉。他说对方非常的生气，但我们其实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们就只是真的要弄，然后想说，哎，这个按下去会怎么样？然后按了之后就被送出去，然后就卡住。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知识的传承。我们其实就是希望用一些有趣的方式，然后让大家其实对社会上一些重要的议题，然后产生足够的关注啊，这是我们本来的想法。我们现在要公布答案了吗？执行书记的部分，一号是你嘛，对不对？一号是我，59啊。哇，二号是志祺37，然后我呢42。29是洪志，三色豆的胜利。那我则是祖卡迪的胜利，卡祖迪，卡祖迪。那我们接下来要公布我们这个最后的当选的名单。那因为根据内政部规定，我们欢乐执行书记跟最高大法师的这个有高度的重叠，所以我们必须要问当选者他要选择哪一位做哪一个职位，因为不能兼任。所以我们第一位就是请邱威杰先生帮我们回答一下，要选择欢乐执行书记还是最高大法师？好，陈子健先生，你的选择是大法师好了。下一位是张志奇，请问你的选择？我还是去管一下老头好了，我当执行书记。我们稍等一下，确认一下。现在名单是有什么问题吗？现场所发生的所有错误，由我一肩承担。看我他妈总书记还好的，那个不好意思哦，因为刚刚这一个在宣达上面有一些小小的失误，所以我们这个执行书记的部分是选出五位，最高大法师的部分也是选出五位书记。好，那我们书记的部分就已经选这个已经排名完毕了，一共五位，分别是这一个邱威杰先生，好，然后这一个吕洪志先生、陈子健先生、何山荣小姐以及朱志宇先生，我们掌声鼓励一下。等等，为什么会有我？哦，对不起，对不起，没有你，念错了，是张志奇。放送事故到底要几遍？念错了。OK， 那我再重复一次，最高大法师的五位名单哦，正取的名单是陈子健、江冠宇、郑淑娟、吴东烨，还有刘彩玲，掌声鼓励一下。那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开票结果，接下来我们要请当选的党内同志呢移到台前，由我们的瓜吉议员帮我们颁这个信印的授予典礼。刚刚当选大法师的这几位呢，麻烦我们到台上，法师们请上台。那个陈子健先生。非常高兴你担任这个大法师，那我们颁给你卡祖笛，我颁发给你卡祖笛，希望你可以试着学习一些更加有趣的一些乐器。这是郑妈妈，郑妈妈，对。淑娟，那我们淑娟，我们现在颁发给你这个笛子，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再颁发给那我们这是我们的小瓜呆，然后谢谢，然后这个是点心卷，然后呢最后这一个有点微妙的东西。它好像也是一个乐器，对不对？陶笛，哦，陶笛，也请你好好学习。感谢以上的大法师。接下来我们邀请刚刚当选的欢乐执行书记上台。我们得票最高的欢乐执行书记是我们的瓜吉议员，所以我们要欢迎总书记好。大家好。那也请刚刚当选总执行书记的其他来宾上台。我们邀请四叉猫帮我们莅临上台颁予这个印信的授予仪式，欢迎四叉猫。不愧是钢铁韩粉。
赞赞赞赞赞赞，好好，大家都很棒。这个欢乐英雄，这个我要特别解释一下。欢乐英雄呢，这本古龙小说其实它是分上中下三集，但是呢，我们故意没有送中，是因为我们反送中，所以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好。那我们恭喜 恭喜以上的党内干部，也感谢四川猫帮我们颁奖。我们请总书记为我们留步，现在邀请我们总书记为我们致辞。那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欢乐无法党，其实我对于他的期许，在刚刚呢好几次跟大家沟通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讲了很多我个人的想法。所以呢，我觉得简单来讲，欢乐无法党一直对我来说就是想做就去做的一个精神，并且抱持一个正向乐观甚至开心的一个态度，去把每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的，不是每一件事情哦都可以都能让人觉得开心，这过程当中还是会有很多难过的时刻，会有一些让我们感觉到悲愤的一些故事，一些历史都在发生当中。但是不论如何，能够让我们走到最后的，我相信永远都是快乐的心情。谢谢大家。总书记请留步。总书记，我们现在要进行临时动议的部分。啊、还有临时动议啊？对，我们要邀请总书记帮我们主持一下。好，临时动议呢是这个会议章程当中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想要询问现场的这个所有的党员是否还有任何临时的动议，就是你觉得今天我们没有讨论到但你觉得应该需要讨论的事情，就是开会的时候也蛮重要的一个部分了。有吗？有任何人有任何？嘿，是什么问题？荣誉主席是吗？好，主张要有荣誉主席。那我想问一下，那现场其实各位其实认同要这个选出一个荣誉主席的吗？刚谁讲的？选柚子当荣誉主席吗？大家认同吗？好，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进行一个法定程序了，好不好？请问一下大家，我觉得看起来从鼓掌声当中知道大家的感觉是蛮正面的，所以我想我们这边还需要投票吗？不用了，是不是？无异议通过，好了，掌声通过。音乐。如此一来，这就再也不是一个异男政党。这真的不是一个异男政党。好，那我们接下来要邀请全部的党员呢，一起对我们的荣誉主席致敬。请全体肃立。我们要以不苟言笑的心情，非常严肃。主席就位，向荣誉党主席柚子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请复位。最后，为了迎向更欢乐的未来，拉抬本党的士气，我们有请总书记带领我们来呼口号。好，来，大家请跟我呼喊一句口号。想要进党歌哦。一时创党，一直爽。一时创党，一时爽。全家欢乐无法挡。全家欢乐无法挡。一时创党，一直爽。一时爽党，一时爽。全家欢乐无法挡。全家欢乐无法挡。一时创党，一时爽。一时创党，一时爽。全家欢乐无法挡。全家欢乐无法挡。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们今天成立大会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各位同志的参与，因为你们欢乐无法挡，我们散会，谢谢。谢谢，今天活动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